我现在来玩，我们节目有一个设计，就是一个凝视的过程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出一个题目啊，让我们团长要稍微具体的想一想，这25年来，太太真的找你做的是什么？我想不止刹车而已。嗯，等一下我们听听他的答案啊。25年走过来，还有最重要的9天未来，你们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跟程度？我离开一下，3分钟。嗯。那我们太太先说好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这25年怎么走过来的。